当天他们在对过往车辆和行人进行检查的时候，对一些没有带身份证，包括带了身份证不愿意出示的人，都逐一的进行了登记。该人在登记的时候，经过核查，他登记的姓名和住址都有误，在时间嘛、地点，包括行车方向等众多的因素来分析看，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徐水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如果这一点能查实的话，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年龄应该在39岁左右。好，继续说下去。徐水抢劫案发生以后，案件不仅仅是牵扯到军地两地，而且呢还牵扯到两地的公安机关。公安部五局呢正在做两地公安机关的协调工作，对案件的侦破工作也做了适当的介入。现在北京和河北，我们两个公安机关正在密切的监控这支被抢去的枪支。到目前为止，这支被抢去的8.1-式自动步枪始终没有出现。说下去。五局长峰局长认为，犯罪嫌疑人抢劫枪支，绝不会把它束之高阁，不会把它挂在墙上。另外，公安部也在密切注视着全国各地所发生的所有涉枪案件，但都没有发现这支8.1-式自动步枪出现。这个现象是不是有点奇怪啊？你们是不是认为8.1-式自动步枪仍然滞留在徐水？是，在军地联席会议上，河北保定的吕良介绍，在徐水案件发生后，军地反应很快，凌晨4点之前就已经封锁了所有徐水通向外界的道路，特别是北京方向。犯罪分子携枪外逃的可能几乎没有，所以我们认为，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使用的5.6-式半自动步枪，和被抢去的8.1-式自动步枪，很有可能还在当地藏匿，没有运回北京。还有什么？没有了，我主要就汇报这几点。这些情况向部里头汇报没有？已经向部里汇报过了，有些意见呢，也是崔阳的意见。我和长峰局长再碰一下，特别是你汇报的第三条，犯罪分子抢了枪，迟早是要运回北京的，我们要加强稽查力量，对徐水到北京的公路交通和铁路交通严密控制，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立即缉捕他。这个怎么卖呀？这样啊，每个10块钱。10块钱。按照时间计算，徐水抢枪案已经过了1个月了。白宝山认为徐水风波已经过去，警方已经懈怠，可以到砖窑提他的货了。3毛啊。你外卖的便宜是假的，你的。哎，我跟你说，一会儿上完货呢，你自己回去吧。那你上哪儿去啊？我想去趟徐水。那我也不上货了，我跟你去徐水吧。这不行，你不能去。哎，为什么我不能去吗？你不让我去，我偏要去。哎。
行，你要愿意去，咱们一起去。你让我去，我还不去了呢。你看你这个人，闹着去的是你，不去的还是你。你不让我去，我硬着去有什么意思吗？走吧，咱们一起去买票，啊？白宝山迅速盘算过事情的利弊，他觉得带一个女人去取枪能够掩人耳目，增加她的安全感，但同时他要做出除掉谢玉敏的决定。亮了枪之后，谢玉敏不应该再活在人世上，而这一点他是犹豫的。班长上哪儿啊？徐水友，走走走吧。你能走路吗？你能走就能走。那你跟着我走。咱们这是去哪儿啊？马上就到了。好，天太冷了，咱们先待会儿。哎，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取点东西，马上就回来。嗯。怕什么？没事，啊，老婆，嗯，那你可快点回来啊。嗯。
是宝山吗？你可快点，你可吓死我了！别整！哎，这是枪啊！是枪。怎么会有枪啊？这枪是拿人命换的，这把带刺刀的是我在北京抢的，这把短的是我从后边兵营抢的。兵营抢的呀，你以为不抢这枪大风能刮烂？你要枪干什么？我有用。你不要这枪行不行？我都看着都害怕。不行，你把枪扔了吧，没枪咱们也能生活不是？我没枪就没法生活。宝山，我真的害怕。你害怕我也不能扔。你以为我弄这两把枪容易吗？这上面有血，说白了有人命，你听不明白啊？好吧好吧，不认就不认吧，我不管你。哎，这是装包里吧？不带，这次不拿走。哎，怎么又不带走了呢？不带，枪先埋在这儿，回头再来取。这个既然都来一趟了，怎么又不带走了呢？不是我不带，而是不能带。我埋的子弹没有找到，没有子弹的枪还不如个烧火棍。没有子弹我带着枪遇到事情更麻烦。不带就不带吧，反正你的事儿我不管。什么事儿？哦，那个，请问还有房间吗？嗯，有。
有身份证吗？有。这。他有身份证吗？啊，我忘带了。没身份证不能住宿。我有身份证啊。光你有身份证不行，所有人都要凭身份证住宿，这你还不知道吗？那我自己包个房行不行？方才你说行，现在不行，因为他们有身份证。行了行了，别跟他哆嗦，咱们换一家。我就不信在徐水还住上旅店了。真是的，你告诉我没有身份证，我再让你住，夜里检查也行，检查是谁负责？那个大爷，还有房吗？有。哦。得先登记。哦，好的，好的，嗯。你们两个人啊？对，两个人。那他忘了带身份证了，那家旅社都没让我们住。做买卖的吧？对，是做买卖的。做一点小买卖。住吧住吧，不让你们住又上哪去呢？大黑天的，就住一个晚上。哎。那好，先交50块钱押金。哦。来，大爷给您。啊，这你身份证。哦。这钥匙你自己开去吧。啊。哎，水还真不错。明天你睡你的觉，我自个儿躺下。哎，在这儿睡。哎呀，你还有那份闲心啊？哎，哎呀，干什么嘛！我去取子弹，你在这儿等我，中午之前我一定回来，听见没有？早就出去啊！我去办点事儿。
徐家军个人还用借来的10000多块钱交了乡里2000元的教学质量保证金，买了一些必备的教学用品，又邀请了两位和他一样从师专毕业没有分配的大学生王友新和陈杰林作为学校的老师。老师的担忧很快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虽然乡政府给民办学校划定了学区，而且民办学校还可以在全乡范围内招生，三个老师也挨家挨户动员家长把小学毕业的孩子送到他们的学校，但是仍有不少六零梅学区内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咱们徐水管得挺严的哈，甚至有些报过名的家长那个要求转学。我听值班大爷说夜里还经常检查呀。你是外地来的吧？因为大学校它是你不知道吧，咱们在这上个月咱们这儿有人把大家户给抢了，还打死一个解放军，现在他是科警呢。小护士为他双真的挺好。有这样的事情啊？可不，现在社会上是什么样子，连解放军都敢抢。那个咱们交代所那个中午有饭吃吗？没有，要吃饭街对面有个小饭馆，那你饭票挺便宜的，那就谢谢你了。金平，哎，下来吃饭。这地方咱们别待了，马上走吧。马上走也得晚上走。
快到车站了，我不能跟你在一起。为什么呀？咱俩分开更安全。走吧，快。哎，等等，我给你钥匙，这个钥匙。我不吃。哎，你必须吃，吃了不害怕了。哎，听话。咽下去没有？咽下去了。等会儿进了候车室就当咱俩不认识啊，你不要跟我说话，你自己呢买你自己的票，别忘了买2:30的慢车票，咱们到丰台下，记住了吗？记住了呀。值班啊，这人你认识吗？好像是那个谁他弟弟吧。方便吗？有，来来，拿来我瞧瞧。你是方师傅吧？哎，对，来，我要辣的。醒醒，醒醒，醒醒！丰台到了，下车吧，丰台到了。哎呀，我们到丰台在干什么？快吃快吃快吃，小心用一下。哎呀，我好头疼啊。
到家就好了。你给我吃什么药了？哎，我怎么那么困呀？你是不是给我吃安眠药了？安眠酮，没事，过去我也总用，吃了睡得快，睡过得也快，到家就没事了。哎呦，你还要死我呀你！我这还不是为了咱们好啊，要不你紧张，吃吧。哎呀，我可告诉你了，白宝山，枪你可别给我放在家里啊！我不会把枪放在家里的。现在天大亮了，到了晚上我去把它弄出去，啊！白宝山极少吸烟，在他遇到为难的事情时偶尔吸一两支。白宝山从第一次到徐水踩点到平安地把枪取回来，整整用了50天。这件事情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不过这事儿也留下个尾巴，那就是谢玉敏。谢玉敏看见了枪，徐水抢枪有了第二个知情人，这对他来说是不允许的。白宝山需要考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除掉这个隐患。回来了，过来。干什么呀？我让你过来。
你干什么呢你？走下。这是怎么了？谢玉敏，你过去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人，现在你全都看见。你怎么想的？我怎么想？我怎么想有什么用？我管你，你听我的吗？所以啊，往后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管，我自己做我的生意，反正你干什么也与我没关系。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不可能啊？你在四川不是问过我吗？是不是杀过人？我实话告诉你，我杀过人。我在新疆杀过人，回来又杀了人。我抢的第一条枪是用铁棍子抢，我把那个哨兵打昏了过去。以后嘛，我又想抢手枪，每次我都开枪杀人。这次到徐水，我抢第二条枪，我开枪把两个当兵的给打死了。是打死了一个当兵的。你怎么知道的？我在那个徐水的招待所听一个服务员说的。我告诉你，我抢枪是要干事情。你说你跟我在一块儿，我干我自己的事情，你做你的买卖，这可能吗？那你说怎么办呀？现在我的枪你看到了，我的事儿你全都知道了。你跟我一起到的徐水，把枪取回来，我们两个已经拴在一起了。你知道这是什么事儿吗？事情要是透露出去，我是死，你也是死。我杀人不当回事儿，你明白吗？
我要是想杀你，我很容易就能做到，我现在就可以掐死你。我可以对人好，也可以对人不好。你好好想想，以后该怎么办？一条是死心塌地地跟着我，还有一条我现在先不说，我告诉你，你要是对不起我，把你看见的全说出去，我肯定会杀了你。我不仅杀你，我还要到四川杀你们全家。你好好想想。经过一夜的思考，白宝山还是决定把谢玉敏除掉。他要保全自己，唯一的选择就是不让第二个人知道他的罪行，不能留下任何一个活口。这很像一个树坑，其实是用来埋葬谢玉敏的。白宝山把这个土坑挖好之后，把铁锨藏在了附近，并准备好杀死谢玉敏的铁榔头。哦，妈，来，我来。这两天你们怎么没过来吃饭？啊，我跟他呢出了趟门，蹲点货。我说呢，我到市场上也没看小谢在这卖东西。这中午过来吃饭啊，你看我买的鱼买的肉给你们改善改善。妈，坐。哎，他